解法是这样，这个字头它是不是等同十字符号的，然后这个我不取这边，只取这边，所以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其他这两个交叉符号呢照写，只是在写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往这个方向走，这再下来，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三角形，这样再平衡，所以我们写起来就很稳，就变这样子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好，这样是比较平。